觉得现在早上有点冷，但我弟竟然要出门去骑脚踏车，太强了吧！我竟然穿这么多，然后他还穿短袖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太坏了。弟弟穿很少哎，他里面穿短袖。But this one is electronic. Yeah. This one also? Or? No. What is this? 电线。他说电线。电线是 elevator。Elevator. Elevator. 线。No, that is the line. Okay. Let's go.拜拜。我们两个超糗哎，刚有外国人搭上我弟的脚踏车，然后呢，就一直用英文问他事情，问他听得懂，问他英文的英文有英文脚踏车零件吗？然后我喜不喜欢这样子？哦，然后跟我说，为什么我不买这样子要买它？要买 V 那个 Factor， 然后我刚刚讲了很多，然后那个外国人就问他一个零件是什么，然后林茂就说那个是电线，林茂就问我电线英文怎么讲，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，然后我就在那边 elevator， 然后完全不知道，两个超糗，因为我英文真的是破到爆。我弟买了这个。带去的这个战神奶茶，我来看一下营养标营养素，这个蛋白质12克，来看一下热量225，来热量怎么这么高？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碳水化合物32克，糖23也太高了吧？乳糖9.5，来看一下成分，砂糖。我是觉得哈，这个砂糖加太多了啦，这一款有点不合格。蛋白质多一点的乳清补充品的话，糖不应该这么多吧？可如果它是要当一个蛋白质很多的奶茶的话，我觉得是合理啦。但我是不知道它主要主打的是什么，那就是我希望我弟不要再喝奶茶。我跟爸爸现在停好车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要走到软鼻灯塔的入口。我们以为可以直接拍弟弟，直接骑到软鼻灯塔，结果不行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弟弟一起，然后过去买门票，再进去软鼻灯塔。没错，这好像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来软鼻灯塔。其实他这个脚踏车进园区竟然还要30块耶！弟弟，你今天骑了多少？我来看看你的数据。1800块。哇，100公里，太厉害啦！走吧。
骑了100公里的人。他们进来了吗？他们进来啦。哦，看得出来。有，就是旁边那间。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就觉得眼睛很痛。然后就长针，讨厌死，好衰哦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离你远一点？耶！穿这个好热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屏东很热。超热。我今天穿短袖，但早上起来太冷。早上超冷，因为有人把我外套穿走了。哎！耶！我们现在坐在草地上休息。新鹅公路。迪，你有比你这台车高吗？你真的好爱哦，弟弟。妈妈，你赶快过去。我也要，我帮你拿。耶！弟弟，你完成了一日双塔的其中一塔了哎。另外一塔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另外一塔是什么吗？灵骨塔啦！灵骨塔啦！没有，开玩笑。大过年就带妈妈，开玩笑吧，随便你。这是高蛋白的奶茶，乳清的奶茶。迪，你要留一口给他喝喝看吗？水体。真的、哦？就是奶茶。没喝。很像弟弟，我知道很像什么，很像阿萨姆奶茶。然后是高蛋白的。哦，我懂，我懂它的设计意义了，就是要让想喝奶茶的人又可以摄取高蛋白。瓶子又丢了，是这样子吗？瓶子蛮。爸比现在带我骑摩托车冒险，他现在带我来一个行政院农委会的农村。恒春的农场，好，很好，名字记得很清楚。我们现在要来合作社买东西。爸爸，你说什么？羊肉乳很有名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如果买不到，就把你宰来吃。哦，噔噔，就是这一个。好，走吧，进去。那你帮我扫。多少 ？OK。爸爸可以买牛肉干吗？可以啊。牛肉干是哪个？是澳洲牛。是啊。嗯，对。统一编号吗？啊，不用。可以刷卡吗？我们买了牛肉干，又买了芒果干跟2罐蜂蜜。嘿。一阵乱买之后，花了1780。我爸差点不能结账，刚刚还说这里可以刷卡，结果根本就不能刷卡。爸爸，你觉得我们会被妈妈骂吗？因为妈妈说家里已经很多蜂蜜了，但我们刚刚又买了2罐蜂蜜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妈妈怎么说你。这个好东西呢，原来就缺货了。不知道我回来屏东到底要看多少动物哎！我现在又看到这个长得有点像羊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奇怪。它啦，背上还有一个秃秃的。我们家之前都吃这家万丹红豆饼，但它今年也给我排太长了吧！我真的太，我这样排完，然后还要等它做，我大概等一个小时吧。所以呢，我跟爸爸真的太想回家，于是我们决定改买这一家绿色招牌的。反正我们是想说，大家都那么猪舌头，应该也是吃不出来吧。我要9颗红豆，4颗奶油，然后9颗红豆，4颗奶油，然后1颗豆奶，然后1颗抹茶拿铁。好，所以总共15颗没错吗？对，刚180。来宾21号有在现场哦。
21号好了哦。你几号？21号。要让排队去排队而已啊，后面旁边还有。请问我们排了50分钟的红豆饼好吃吗，爸爸？好吃的。真的？是我们两个的爱心吗？对呀。好可爱哦。Lina，你觉得好吃吗？那跟之前的红豆饼有不一样吗？真的好猪舌哦，因为这是不同家，然后完全吃不出来。我吃得出来，因为有不同家哦。真的哦。你吃得出来？不好用，现在青菜可以的白猪汤有，这边的奶油，我觉得它红豆是这里，我觉得白猪汤的，对，那白猪红的，是啊，无，你看因今麦手提去摆，去摆较好用。没听过吗？女老的，很有名哎，我要吃什么？好吃吗？嗯。我喜欢他的红豆饼，真的。这个应该也不错。这个吗？手机壳。你在拍什么吗？我在拍你啊，好吃吗？跟以前一样好吃吗？这个多少钱啊？对。这是我跟爸爸拍了50分钟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多了一些不一样呢？多了爱。你们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买了。跟之前不同家，没错，然后你完全吃不出来。它的馅比较没有那么，对对对，那怎么讲？它的馅比较颗粒。可是你刚刚说一模一样好吃哎，你刚刚好，那以后就看排的时间少就是哪一家。OK。可是你去右边，右边。现在怎么办？骑错了，要骑下面那里。我不知道，我们要往回吗？